有更全球化的实力，你更懂技术，你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在研发上，你能够沉下心来更专注的你的产品力，更专注你的客户，并且根据客户的需求迅速做出你的生产上的变革，那么机会还是巨大的。为什么有马云这么大的企业，为什么有微信这么大的企业，让我这个想起了这个周其仁教授讲的一个词，叫水大鱼大。为什么有那么多大鱼，为什么能那么多的发展，讲到的就是说中国这个水已经足够的大。但我觉得这个一点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要停步的地方，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说，真到哪一天我们长三角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一个日本的经济总量的时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骄傲的时候。